我用了2年的时间，以旧香港八景做线索，寻找历史里面的香港风景。这一集带你上去红香炉峰，看红香炉港日落。红香炉峰是港岛市区爬山看维多利亚港最近的路线，在铜锣湾百德新街坐25号小巴去到宝马山总站落车，在圣詹德学校旁边左边有个路口，沿着山边楼梯上山，或者行到宝马山道尽头的水泵房，沿着左边水务局起的斜坡小路上山，两条路都是去相同一个山坳，20分钟就可以登顶红香炉峰。这里呢就是标高点，海拔220米，这里是看旧的香港八景岐山星火的瞭望地点之一。如果大家喜欢香港的风景和历史，请点击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并且在留言区里面留下意见。有你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制作多些这一类的内容和大家分享。